我们希望藉由产品来传达我们的理念。我们希望解决环境问题，就从我们的洗发精开始。除了对产品的坚持以外，我们只使用永续森林用纸以及植物油墨印刷。虽然成本高出许多，但希望透过这个决定影响更多人。我希望可以串联和我们有同样坚持的人，一起为永续而努力。这条绿色供应链的建立并不容易，我们不断的沟通，一次一次的测试，以及不计成本的付出，借由实际的行动，让绿色供应链越来越茁壮。刚开始欧莱德对于绿色品质的坚持，现在回头看看也真是值得了。我们也因此投入了绿色永续这条路，取得了绿色认证。我们现在致力推广我们的环保再生纸以及环保的生产流程。我希望让我们可以影响更多人，让我们的这份坚持传递给更多企业。2016年，我们和欧莱德共同成功研发了 100% 的一个再生塑胶瓶的制造。虽然看起来是一个很简单小小的这样的一个塑胶瓶，可是我们却花了1年的时间研发跟制造。再生塑料瓶排碳量只有新生塑料瓶的1/4，也就是它的减碳量达75%。2017年，我们将会和欧莱德共同继续努力，建构一个专业完善的绿色供应链，真正实现零废弃全循环的理念，共同创造绿色的奇迹。让我们一起更美更好。